没有树的天空，树已经被砍掉了。地上现在非常的脏乱。那个，我前礼拜三领薪水再给你好不好？哦，然后我们的后花园现在已经被完完全全的破坏了，这边还有一块那个 fence 那个小围篱被整个压到地底下去了。然后这边都是木头，都是很脏乱，非常的脏乱，非常的脏乱，非常的脏乱。然后这个小蓝莓开始在结很多的花跟果子了。